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街道。每天有数千架飞机从房顶飞过，想想就害怕。这条街道就是英国的穆特尔大道，堪称世界上最危险最嘈杂的街道没有之一。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这个街道紧邻欧洲最繁忙的英国首都希斯罗机场，而这条街的住户们距离希斯罗机场的外围仅仅只有 91.44 米，同时位于机场跑道的尽头，每天都有数千架的飞机起起落落，而且距离屋顶只有12米，飞机飞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噪音，常常让该街区的住户们睡不好觉。所以为了保护附近的居民不受噪音的侵扰，希斯罗机场也是每趟航班都设立了噪音限制，白天不得高于94分贝，晚上不得高于87分贝，如果违反规定就会处以罚款，但实际上50分贝就会影响到人的睡眠，所以87分贝好像还是令人难以入眠的。不过值得欣慰的是，机场方也鼓励航空公司分配最安静的飞机飞往希斯罗，并计划设立与当地的住宅区的隔离设施，而且新建了第三条跑道，建设地点位于机场西北部，距离穆特大道比较远，这对于居民来说是一个好消息。而穆特大道的居民们虽然饱受噪音的干扰，但是因为这里是最靠近首都的街区，所以这里的房子每套依然高达27万英镑左右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